郭富城 Lia 同太太方媛十指紧扣咁亮相马场，为爱区舞士精神出赛打气。经理人小美同排舞师 Sunny Wong 都有现身支持，成成对爱区成为赛前大热，好似好开心，应该都好有信心可以拉头马啦。你问练马师好啲啊？你问练马师。贵为马主嘅郭富城同太太仲有一班好朋友一起行去马圈，同爱区嘅练马师骑师交流，又拖住太太去贵宾专用看台睇爱区嘅出赛过程。成成仲全神贯注咁睇比赛，非常紧张啊！最后武士精神攞到第二名，成成就显得有啲失落。虽然拉唔到头马，但系成成最后都拖住太太，面带笑容咁离开看台，希望爱区下一场会有更好嘅成绩啦。